小朋友们开开心心的跳着舞蹈。这是台南市原住民学童暑期文化体验营的课程，规划出两个月的丰富课程，在内容中除了有族语、乐舞、文化之外，还设计出科学教育、创意绘本以及粘土教学等等，多元又丰富。最主要我们当初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计，最主要是希望让我们原住民的孩子能够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学习自己的文化。那而且我认为是就是说不是短暂的几天而已，而是希望能够用长时间，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让小孩子沉浸在这样的一个语言文化的学习的环境里面。台南市原住民学童暑期文化体验营是由市议员古牧与永康国小以及台南市原住民教育文化发展协会共同所规划，并向市政府教育局提出计划，设计出多元且富趣味性的课程，引发小朋友们的高度学习意愿。喜欢上什么课？舞蹈。舞蹈，还有呢？美术。美术啊？为什么？因为上课很好玩，科学好好玩。啊，还有呢？还有画画。台南市议员古牧表示，特别加强族语教育的课程，招募了排湾语、阿美语、卑南语的专业师资，共有七位，开设三个班级，学生60多位，就是要让小朋友们在暑期得到完善的安置与学习。记者牟定，台南市永康采访报道。